一会儿，对吧？那个可能会，就是我会给你打个电话，就是我肯定会给你打电话的。到时候我有些事要跟你聊一下，记得接听哦。走吧。嗯。来人了，是不是来人了？是不是人？我来吓他一跳。不，你这不行。他没有往前走。不行，你们俩聊完了。聊完了，聊完了。OK， 走。不是，我说你出去。没有，你们上去，我在一楼。行，你就不要偷听啊。我谁偷听？就没什么，就是，我这还有。谢谢呢。你这个还热吗？挺热的，我这还有，这个好烫啊。对，而且也很方便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今天跟你相处挺开心的。我也挺开心的，因为之前我们不是特别的了解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接触。今天呢，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你挺让我惊喜的。嗯，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一面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你要尊重你的选择，就是我不想给你压力，就是觉得那个就是不合适什么的，或者有点不好意思说，所以我觉得不论你怎么选择我都接受。嗯，好。看了他们的互相聊天，你觉得女生心中心仪的男生会是谁？很明显呢、沈月而已，就是这个首先很明显，然后这个英子啊，英子跟谁？英子，哎呀，我觉得海琪跟柯宇。我告诉你，有机会柯宇连那么爽的。那我们就往下看看他们到底怎么选的。阿舍姐姐，我想问一下您，就是拍戏这么多年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拍摄？我记得有一次抢时间，所以我5天4夜就没睡觉，一直在拍。作为演员，除了要好演技，也要好的体力，平常也要多健身，有条件的话多吃有机食品。哎，我最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总跟我念叨有机食品更健康一点。我们成年人可以吃有机食品，更要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。这款是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，不仅获得了中国有机产品的认证，还添加了小分子蛋白和双重益生菌，让小宝宝吃得更健康更安心。是，健康的身体要从小养成，优萃有机奶粉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。打给
大成。对，我是大成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就选择你了。好。我一直希望想跟你有合作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很欣赏你演戏啊，包括你做人的一些态度什么的。而且刚刚那个环节，我就是，有选择仙宁去演戏，然后。你没介意哈、啊？不会不会不会、啊，我很喜欢你们刚那段，真的，就是很多小感觉特别好，太入迷了。挺好，那怎么说？定了呗。可以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太好了。猜到了，因为我早早就猜到了。因为要是我说实话，我要是成哥的话，我也会选小婷这样的。如果我是一个成熟的演员的话，我也会选择一个跟我一样成熟的演员，而不是还要去带动不太成熟的演员。嗯。这样子吗？喂。Hello， 仙宁。哎，怎么样？喂。还挺好的。喂。范 CK。救命。哎。